请坐。今仔日的经文是出自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请听上帝的话语。论到偶像的罪名，咱知影咱拢有知识，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独独有听心才会造就人。若有人以为家己知影什么，按照伊所着知影的，伊有关什么也毋知影。若有人听上帝，这个人乃是上帝所知影的。论到食偶像的罪名，恁知影偶像伫世上未算得什么，也知影上帝只有一位，无阁有别个上帝。虽然有称作神的，也是伫天顶，也是地上，就若亲像真多的神，真多的主。虽然安尼，咱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父，万米拢本对伊来，咱也归伫伊，并且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米拢是借着伊有的，咱也是借着伊才有的。但是人袂话拢有即款的知识，有人到现今，因为习惯拜偶像，就以为所食的是偶像的祭物，因的良心既然软弱，就袂洁净啦。其实食物袂话叫上帝看重咱，因为咱毋食也无有损失，食了也无益处。只是恁着警醒，惊恁安尼自由，竟然食了迄个软弱人的半骹少。若有人见你即个有知识的，却坐伫偶像的庙内，即个人的良心若是软弱，敢袂话放胆去食迄个偶像的祭物嘛？因为安尼，基督为软弱的兄弟来死，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啦。恁安尼得罪兄弟，伤了因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我兄弟跌倒，我就永远毋食吧，免得叫我的兄弟跌倒啦。这是上帝话语，感谢上帝。做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咱来看保罗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要教示的一个真重要功课，就是伤了软弱的兄弟，就是得罪基督。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章第一章讲到，论到祭偶像的食物；第四章也讲论到食祭偶像的食物。这是伫咱华人基督徒在咱的社会、咱的环境中，也所要面对的课题，就是基督徒是毋是会通食拜祭偶像的食物呢？咱看这个图画，咱知影这华人的这传统有拜天公，尤其是福建人、甲潮州人，拢有拜天公的风俗。是甚物时阵拜天公呢？就是当人家吹八暝来拜天公。安尼，咱欠欠咱个厝内个人，若是有拜天公，安尼咱要问，嫁后了，伊只果子，咱会使食袂？就是迄个卤鸭，还是烧肉，咱会使烫烧紫色，会使食袂？伫哥林多个城内，迄、那个无信主的人，伫庆祝大日子的时阵，伊若献祭予撒拉比斯的神，伊人的神，伊人的献祭有两款，一款是私祭，就是伫厝内家己来处理来做好事；另外一款是公祭，即公祭通常过后咧，就是伫摕到即个市场来去买卖。啊，你当时的基督徒，因对这市场买这食物登到厝内，有可能这食物是有拜这个撒拉皮斯的神的食物，这也正做
哥林多的信徒的一款饮料，所以到底基督徒会通食拜敬偶像的食物啊无？保罗记第八章第四节安尼讲，论到食这偶像的物，咱知影偶像伫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也知影上帝只有一位，阁无别的神。虽然有称作神的，也是伫天，也是伫地，就亲像迄个真侪神、真侪主。毋过咱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爸，万物拢是出自伊，咱也归伫伊。阁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拢是借着伊有的，咱也是借着伊有的。保罗讲，咱多当看第一节，论到这偶像的物，咱知影咱是有这个智慧，就是谈起咱所拄则读的第四节到第六节。但是知识叫人骄傲自大，独独痛心会通造就人。若有人以为家己知影什么，照着伊所应当知的，伊却是毋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最近有读了一本册，伊这作者是无信主的，伊安尼讲：上帝创造了人，只是要予咱人来去入迷，来去懊恼伊。伊讲，即款的上帝，即款的神，是要人常常来去奉承伊，就亲像一个爸母生了囝儿，啊，无伊的囝儿逐日来去懊恼即个做爸母的。伊讲，即款的神信了，有啥物意思呢？即款要人奉承的上帝，有啥物意思呢？另外，伊阁写讲，若是人死了，要去到迄个永生，满有快乐的天堂。若是即款的快乐是永远的快乐，无忧愁。安尼款，啊，怎会感觉快乐呢？对伊来讲，人会感觉快乐，因为以前有可能有啥物伤心的事，啥物忧愁的代志，过后代志过后了，有好的代志发生，伊才会通感觉快乐。一款的对比。安尼，若是讲快乐的今仔日，来到明日阁是快乐，后日阁是快乐，安尼即款无完无尽的快乐，有啥物影响的意义呢？咱看一个作者所讲的，即个是予咱想倒转死啊。人常常对代志是一般知，一知半解，总是以为家己知影真多，所以保罗会讲。为人是讲伊所知的，其实照着伊应当知的，伊却是毋知。撒摩尼上来也讲到，人毋通夸口讲骄傲的话，也毋通出滥觞的言语，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上帝。人的行为是受到伊来批评。主来兄弟姊妹，咱知上帝是智慧的源头。上帝的意念是关系人的意念，人袂通切读上帝的意思。上帝也赐智慧甲悟性，予人来明白伊，来明白真理。箴言也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保罗记第八章第三节讲，若是有人疼上帝，这个人是上帝知影的。就是讲，保罗提醒，毋通逐项代志拢照知识来解决，反倒转应该用疼心来去同情，来去体谅别人。即款的疼心是对倒落来呢？是对上帝来。所以即款的人，有疼心、有会作为的人，是上帝所知影、所明白的。咱来有识，咱有即款的。知识，知影上帝只有一位，无阁有别个神。即偶像伫地上无算得甚物，所以拜敬偶像的食物，也毋是甚物大问题，会通选择食，还是莫食。但是，咱有即个智慧，咱要怎来处理呢？第七节，保罗佫讲，毋是逐人拢有即款的知识，有个人因为过去，有拜偶像，如今伊拄着即款的情形，
伊阁是有惊遐的心，想讲食这拜见偶像的食物，因的良心甲得艰苦，伊良心甲得乱了。无如讲安尼，伊心内就误会了。所以食物袂通叫上帝咧看重咱，咱无食也无啥物损失，食了也无啥物益处。其实保罗记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5-33节，要进一步来教导。我头恁听，凡是市场所卖的，恁敢敢去食，毋通为着良心的缘故问啥物话，因为多甲其中所有的拢属于上帝。若是有一个无信的人，请你去食倒，你若愿意去，凡是摆在你面前的，拢会通食。毋通因为良心的缘故问甚物话。毋过，若是有人对你讲，这是献祭祭的食物，啊，就为着迄个甲恁讲的人，并且为着良心的缘故，就无爱食。31节，所以恁啊是食，甲是啉，无论做甚物，拢要荣耀上帝来行。无论是犹太人，甲是希利尼人，甲是上帝的教会，恁拢无爱，因为安尼予伊摔倒。33节，保罗伊凭信心讲，就亲像我凡事拢叫众人欢喜，无追求家己的益处，只追求众人的益处，叫因通得救。安尼去第哥林多前书8章9节，只是恁要警醒，恐怕恁即款的自由，正做迄个软弱人的绊脚石。若是有人看恁有这个知识，伫偶像的庙内伫食倒，即个良心若是软弱，伊毋敢放胆去来食这个拜见偶像的食物。啊，你食的时阵是毋是心内真正艰苦、真正悲切？伊食的时阵心内真正看毋知惊吓讲啊，到底有啥物的结果？安尼11节讲，基督为伊死的这个软弱的兄弟，就因为你的知识，就因为你所表现的奇妙来食物的即款的情形，伊就沉沦啦。为甚物讲是耶稣为伊死呢？咱知影，主耶稣基督因为疼咱，为着救赎咱来受死的十字架。伊也为了这软弱的兄弟，基督疼伊，为伊来受死。所以上帝基督耶稣疼众人，伊对众人的疼心是相像的。但是这个软弱的兄弟，因为你的知识，因为你的所做的，所受到伤害，受到沉沦。所以8章12节，你安尼做，就得罪了兄弟，伤了因软弱的心，这就是得罪基督。保罗本身也有这款的经验，也有这款的学习。咱想倒转，伊迄时期大马士的路程，伊是要去迄道来去掠，来去逼迫信徒。忽然间有大光照着伊，国外的基督对伊讲：“所罗，所罗，为甚物逼迫我？”我相信。迄时的保罗袂通明白讲，我是去掠人，是去掠信徒，啊怎有声有这国外的主来讲是我逼迫伊呢？后来伊才明白，原来基督看重所有的兄弟，所有的救赎的信徒，所以主耶稣也捌家己讲个，凡是做伫主基督内面上帝所的一个，也是做伫伊的心顶。所以保罗提醒，佮重教讲，若是有人疼上帝，即个人是上帝知影的。相反来讲，知识是叫人骄傲自大，唯有疼心会通造就人。所以恁也是食，也是啉，无论做甚物，拢要荣耀上帝。所以保罗伫今仔日即段圣经内面来教导，正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伊原则是安怎款呢？就是伊因为疼上帝，所以愿意去疼别人。
伊嘴所讲的，伊的行动、大人处事，拢是疼上帝、疼人来做出发点。安尼看基督徒是上帝所欣赏的，是上帝所认捌的。兄弟姊妹，咱想倒转，咱是毋是伫咱生活中，咱本身有一款的经验，就是受着伤害，是咱主内兄弟姊妹有可能伊的言语，佮是甚物行动，互咱受伤，互咱灵性退步，互咱艰苦心，来一段时间，佮会通恢复。安尼款，咱是毋是较希望讲，咱身边的兄弟姊妹，是毋是会使佫较有疼心，来去接纳我，来去体谅我的软弱，互我有时间来渐渐成熟，互我有时间来学习，来改变，做更加好。安尼相像，咱若是有看到咱厝内兄弟姊妹做毋对代志，咱是一一来指责伊，互伊见笑，互伊艰苦心呢？可是咱要凭着疼心、疼上帝、疼兄弟姊妹的心，来去体谅伊，来去同情伊。安尼，咱就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，要怎来去帮助伊，来去安慰。最后是得着伊的心，互伊伫这灵性内面来更加成熟，互伊有这机会通改变，通做更加好。所以保罗伫遮来劝咱众人，真个，咱若是得罪了咱软弱的兄弟，就亲像得罪了基督。咱若是讲咱疼上帝，咱也来疼看会到的兄弟。这是圣经互咱的一个学习，保罗指出这个原则，互咱来得意。咱只是同心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今仔日所学习的，阮实实在在愿意用疼心，不但是疼上帝，也着疼咱身边的兄弟姊妹，互因有这机会领受主你的疼，啊，借着咱所发出的疼心，受互因受感动，也得到帮助。主，咱需要你所赏赐的智慧，啊，怎来做到更加好？咱需要主你圣灵来感动咱，啊，怎用疼心来去接纳咱身边的兄弟姊妹？求主帮助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心静所愿。请大家起。